换弹最慢的冲锋枪你知道是谁吗？冲锋枪的平均换弹速度都比较快，但难免有拖后腿的。这期来聊聊换弹最慢的四把冲锋枪，汤姆逊上榜 P90 也翻车了。第三慢汤姆逊。一般来说，换弹速度有一项不成文的设定，那就是弹容量越高换弹就越慢，不然就影响平衡了。汤姆逊由于弹容量多，初始30发扩容后50发，所以换弹肯定不能太快。他裸枪换弹是 3.5 秒，装了快速或者快过后提升到了 2.5 秒，不过这也是冲锋枪换弹第三慢。第二慢 MP5K， MP5K 的很多项属性都非常优秀，秒伤高有 486.72， 子弹初速在冲锋枪中也比较快，弹容量也多，初始30发扩容后40发，后坐力也比较低，好控制，但就换弹速度这一点拖后腿了。裸枪换弹长达 4.6 秒，即使装了弹匣后换弹也要 3.2 秒，实在是太让人着急了。第一慢 P90 也牛，最强冲锋枪 P90 在换弹速度上翻车了，它的很多项属性都是冲锋枪最顶级，比如秒伤、子弹初速、弹容量、配件数量、后坐力，但就是换弹太慢了，它不能再装弹匣了，打完子弹换弹需要 3.8 秒。野牛的换弹也和 P90 一样，用它们一定要关注子弹数，不然很可能在换弹时被击杀。